小姐啊，你太不像话了。哎，我试之前你说可以商量，但我决定要买了，你又说不能商量，非要收我3000块钱，这不太黑了吗？先生，那你觉得你这双名牌值多少钱？名牌？这哪像名牌？这……哎，啊，对不起，这最多就300块钱了，商量商量好不好？对不起了，先生，我们这都明码标价的，不能再低了。嗨，啊，真巧，怎么会在这里碰到你啊？啊，我到冰南来办点事儿，顺便想买套衣服。您，小姐，这衣服太贵了，我不想买了。小姐，来，衣服还给你哈。哎，先生，您的衣服已经有人给您买单了。啊？谁呀？就是刚刚跟您讲话那位小姐。不，小姐，我要退货。不行的，先生，刚刚那位小姐说了，除了她，任何人都不能退这件衣服的。啊？你好，你告诉我。他往哪儿走了？好像是往那边吧。那好，谢谢啊。什么意思？怎么了？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又受不了了是吗？如果你只有自尊，就别离开工地来到这种地方了。不知天高地厚，连点起码生活经验都没有，兜里就揣着几张人民币就敢进这种地方买这么高档的衣服。你知道吗？你刚才穿这套衣服跟人讨价还价的样子像什么？算一个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我承认离开工地我就是个白痴，我也承认我的自尊心已经少得可怜，但是我还有一个男人起码的自尊。离开工地就是个白痴有什么光荣吗？好，咱就谈工地。作为业主，作为工程部长，安装上不去，不仅仅是分包人份，我看是你自己最无能。你以为你是部长的女儿就了不起了？你以为你从吉尔公司犯了点东西你了不起了，你就可以在任何人面前指手画脚了？你算老几啊？啊，在南海我当然算不上老几，但是我知道我自己能干什么。你呢？你不清高吗？干嘛去敲我的门呢？我现在也可以告诉你，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已经找到了解决核岛安装的办法。信不信由你，也许过几天就能见分晓了。而你呢，既然离开了自己原来的基地山沟，来到了特区，来到了南海，就请记住一句话，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过分的自尊就是狭隘。我的领导那儿又买什么了你啊？西服啊。你跟我这个总管请示了没有你就又买东西啊？哎，他跟说，哎，不对呀、啊、你小子不是一直觉得穿西服别扭吗？你我还觉得喝洋酒别扭呢，不还得照样硬着头皮学着喝啊？哎，说说到底花多少银呢？你来吧。我猜猜现在特区上个厕所都这么贵，你小子花钱又大手大脚的，我琢磨着得200多吧。
还有比我更牛叨了的。就你咬牙跺脚摊的数啊，后边再加个零都打不住啊。林峰，你疯了，你不过了你啊。告诉你吧，今天我是受了刺激了，肚子里这会儿还翻江倒海呢。受刺激了？据我所知，女人受了刺激才疯狂购物呢。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你也别大惊小怪了，这其中的奥妙啊，我现在一团浆糊，脑子乱，短路了。快说点熟悉的，让我清醒清醒。哦，哦，对了，主事长回来了，他说呀，明天让咱到吉家去跟他谈笔生意。到吉家去谈生意啊？谈什么生意啊？我怎么能清楚呢？今天戴丽到业主楼来跟董事长约好的时间，说让他们到他公司去给咱们看什么东西。哎，林墨，老罗，我有一种预感，明天这单生意可能跟咱们那位梁小可有不小的关系。跟他有什么关系？你是说西亚公司想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假如要是他当面跟真的似的告你说他把工程部长解决不了的事都给干了，你信吗？简直让人笑破肚皮嘛。甭说核工程了，就是一般的盖房子起楼，他也得懂得什么时候起砖，何时铺瓦呀。他从外国人那儿学了点皮毛的东西，在咱们中国人面前四处卖弄，以显示他与众不同。哼，他这种小儿科我见多了。林某，你是不是把他话当真了？说实话，我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可是什么呀？我看你是被他灌了迷魂汤了，哪是北你都分不清啊。也许吧，但愿是你把我短路的思维接通了，而不是他。Mr. Chairman, we are asked to come here right after you return. We apologize for this. Please, that being the case, as project consultant, during the delay of the nuclear island construction, we have specifically developed software system to assist you to install the QA management in the island activities. 董事长，QA 呢，也就是质量保证体系，我最早还是在小耿那儿听到的。Please have a seat. Oh, thank you. You can start. Please ask Mr. Lian to come over. 慢，戴丽先生，既然是谈生意，我希望我们之间彼此都不要掺杂其他的因素。请梁小姐到这个场合不妥。董事长先生，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真的了解你自己的女儿吗？要么我们就直接谈生意，要不然我们就离开。董事长先生，千万不要误会。 For 10 minutes, all of you maybe have looked down on Miss Liang. To put it in very simple terms, we have to ask her to join us if you want to go in the future business with her. It's under her leadership that this present software has been developed. She can came demonstrate for you with all details and explanation. 你刚才说什么？软件由她负责开发的？是的，你们是不是都不太了解的，但实际上在中国是很少见到的计算机方面的优秀人才。三位领导都来了，上午好。Mr. Daly, shall we begin? Yeah, of course. Okay. Let's go to table number 5. Hey, that's still the home page. Oh, I'm sorry, Ms. Young.在进入有关如何进行 QA 管理的详细讲解之前，我特别想请工程部长先生看看这张图表。第一，也许能帮助你回忆起来点什么。第二，当然更会对我们谈下这笔生意有助了。Take, go back to the red line, especially marked. Oh, yes. 二位部长先生，我首先要告诉你们，这是一张由我们编制的核导附件和安装接口进度表。假如雷先生不健忘的话，应该还记得
我曾说过，我早把徐海的工作都做完了。如果说我了解的情况无误的话，你们的高级工程进度专家徐海先生成天带人加班加点，目前所编制的接口进度也仅仅才到达这个地方，也就是整个河岛工程总进度的十分之一处。看样子该回忆的都回忆起来了。苏总你好。你好。哎，快快。哎，老李，苏总，你这又是干什么？哎呀，啊，昨天董事长一回来，就吩咐我给他准备一间办公室，看来董事长要把精力放到工地上了。啊。苏总，你说董事长到底是什么意思？会不会对你这段抓工地工作不满意？老李啊。你没事老爱琢磨领导想法的这种习惯到现在也改不了。不是我要琢磨，是现在到了特殊敏感时期，董事会会议日程已经定了，董事长已经吩咐我向各路董事发通知了。我听到一点议论，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反正下边有这样的议论，说是董事长心目中的合适人选不知道姓周还是姓雷。是吗？虽然大伙都觉得你是当然的第一人选，可是也有人不这么看。据说董事长当年跟雷明谷的关系就不一般，我还听说有一次会开到一半，董事长就单独把雷部长叫出去宵夜了。老李啊，别人怎么议论我不管，但我不希望从你这个办公室主任兼人事部经理人的嘴里去公开议论这件事，明白吗？明白明白。我毕竟有一个影响问题。嗯，勤工债点点，我们称之为 H 点，只有业主和承包商的质保员共同认定 H 点可以消除，安装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质量管理不仅仅是对结果的检验，而是已深入到对工序、对操作本身的控制。安装工人不使用写真片等等错误的操作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好了，请允许我用下面一段话结束我今天的陈述。本人是学计算机的，当中国人热衷于论证计算机是起源于我们的算盘时，西方人却已经在借助计算机实现了各个领域的飞跃。计算机准确的称谓应该叫电脑，电脑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既然称为脑，就表明它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脑思维已达到极限时出现的一次思维革命。它比人脑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随意性，而有准确性，没有盲目性，还有科学性。最后我大胆地说一句，作为业主，你们如果不打算对自身实现一次彻底的电脑改造的话，依靠你们的人脑想组织完成这么复杂的精密核工程几乎是没有可能的。本人陈述完毕，工程方面由于初步接触，一定有让专家见笑之处，请谅解。Good. Mr. Chairman, Mr. Lei, Mr. Low, you will be listened to excellent presentation of Ms. Liang. So, I don't know if you are ready to accept this new system. Okay, we have had made very good bilateral cooperation to date. By installing the QA in the nuclear island, we just wish to expand the scope of our business.Or rather, we don't have to get any huge money. The cost for this software, including the manpower and training for you, in total is $20 million. Barry 先生，
我现在总算知道今天真正的谈判对手是谁了。要不今天就谈到这儿，不过我们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想和梁主管单独谈谈，可以吗？当然可以。我呢？2000万还是美金啊？如此说来，你那2000美金的工资实在是连个零头也挂不上。梁主管，咱们商量一下，这么小的东西能不能便宜点啊？很抱歉，价格方面跟我没有关系。跟你没有关系？要是跟你没关系的话，这么个小东西怎么会卖到2000万美金呢？梁主管呐、啊，梁主管，我今天就把眼睛瞪得再大，也不敢认你了。这笔生意能不能成交倒是后话，可是我们之间的糊涂账今天应该算算清楚了吧？我不止一次地问过你，你在这家公司到底做什么？可是你也不止一次的遮遮掩掩，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我怎么不说实话了？从法国培训回来，我就告诉您进吉阿是做我的老本行，搞计算机。当时您不非一口咬定我是打您名义捞美金吗？不光您了，一个个没把我想成汉奸，我看也差不多了，现在回过头来跟我算旧账，真好意思。好好，我承认我原先没把你当回事儿，我轻视了你。咱们现在先不谈你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大的本事来，我只问你当初咱们俩是怎么谈好的，你进家之前是怎么亲口答应我的？不就您那约法三章吗？啊，怎么我做错什么了吗？错什么了？第一章就规定你必须向雷公罗公他们虚心学习，可是你呢，舞枪弄棒耍功夫，你也不看看对象，居然给人上起课当起人家老师来。给他们当老师怎么了？帮他们洗洗脑子不好吗？当他们加班加点几天几夜那么商量啊研究啊解决这工程中的难题的时候，当他们为了解决一个难题庆幸并彼此欣赏的时候，殊不知在法国人这儿根本算不上难题。看到那台电脑了吗？通过网络就能把吉阿负责管理的法国几个在建工程的相关资料随时调出，毫不夸张地说，轻轻一点鼠标，人家不到半分钟就能把难题解决。现在是信息社会了，资源共享这个概念你们懂吗？要让我学他们那种花无用功费时间的做法，对不起，本人实在是提不起兴趣。好，那么第二章第三章呢？我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不准打着我的旗号为吉阿开方便之门，更不许为吉阿在中方身上谋求利益。你是怎么做的？利用自己的身份，一会儿调图纸，一会儿到工地去摸情况，不哼不哈，偷偷摸摸地主持设计了这么个 QA 软件，选择了个再恰当不过的时机，冷不丁地抛到了我的面前。你呀，你这是帮着别人下套子，逼着你爸往里钻，你懂不懂？爸，您不要鸡蛋里挑骨头了好不好？吉阿作为你们的顾问公司，我下工地调图纸犯法吗？我出面无非是使事情更好办一些罢了。什么叫帮人下套子逼您钻呢？我这是在实现我自身的价值。至于那张光盘到底值不值2000万，那就需要您好好掂量掂，就看您识不识货。我在你身上花的心思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国家为了培养你花了多少钱，这笔账你算过没有？你实现自身价值，那你到南海为什么不进中方公司的大门呢？我看你是为了2000美元的工资，连国格人格都丧失的。我丧失人格国格，看
看来您今天是非逼我不给您留面子了。我问你，我为什么来特区，来南海？我为什么要非要进吉阿的大门？以前你只知道女儿是学计算机的，当今天这张光盘摆在您面前之前，您知道计算机是怎么回事吗？爸，在北京我找过无数家的国营企业，我想为他们做管理系统的软件开发，知道我提出的条件是什么吗？我可以一分钱的工资都不要，只要他们能支持我的开发。然而结果呢？最可笑的一次是在一个万人大厂的厂长听明我的来意后，竟然拿出一台计算器摆在我的面前。而最惨的一次则是在一家郊区的化工厂，谈完后他们的书记非让我陪他喝酒唱歌，被我拒绝后送我的车就不派了。最后大晚上我是一个人走回城里的。爸，我的这些经历您都知道吗？换句话说，您对自己的女儿又真正了解多少？我是你梁总的女儿，可我并不想把自己淹没在一种特殊的身份里，所以我才特别需要的证明我自己的存在。别说那些内地的企业，咱们就说说你们南海公司，身处特区，身边又有那么多的外国公司在身边，可你们又怎么样了？虽然办公室里也摆着计算机，可那是什么？那是摆设，那是打字机，最多也只能算帮助计算画个图表之类的微机。今天把您逼到这儿，您指责我质问我，可你想过没有，假如一开始我走进的是你们的大门，你们有谁会真正的把我当回事儿？是您这个董事长，还是你们这些不正眼看人的两弹一挺的功臣？如果说这对你们是一场悲剧的话，那悲剧的制造者不是我，而是你们，是你们那一个个妄自尊大、生锈僵化的大脑。今天这堂课，我、你，包括董事长，全是。小可，今天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还真不敢相信你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大的本事。你呀、你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咱不就有商量吗？你这样突然袭击，这不是明摆着和戴笠一起给我设了个套子吗？好好好，我承认你有水平有能耐，我小看了你，低估了你，你也确实给我们开了一个可能有效的药方。哎，可是你这药方再有效，总得考虑下药的方式吧，总得考虑病人是否负担得起吧。爸，您非把我叫回来，该谈什么就谈吧，不过记住，让耳朵起响子的话一句都别说。一句别说？一句别说，我叫你回来干什么？爸，别看您不了解我，我却了解您。其实您不说，我也知道您叫我回来要谈什么。不就是想叫我带着我的开发设计走进你们南海的公司大门里吗？这倒省事儿，自己有了觉悟，我也不用多费口舌了嘛。别看您用市场经济这个办法操持起了这么大个工程，实际上您脑子里的许多方面还存留着原来计划经济下的思维惯性。您好好想想，你们中方付出什么了，就让我带着我的开发设计回来？你脑子里有人才所有权这个概念吗？就目前你们中方的……好了好了，你不要老是你们中方你们中方的，你是哪方啊？你是我梁纵的女儿，你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方。
我老实告诉你吧，本来我没想让你在南海常待，可是你现在，你现在也能做出点事儿来了，那我就给你留一个立功表现的机会。明天你就去把吉亚辞了，回来看。爸，我要说不呢。哎，小可，好，我们就顺着你说的人才所有权的观念来讲。尽管方方给你提供了这个，提供了那个，可是要是没有国家对你的培养，爸，别再说下去了。再说，我们又要吵架了。好，爸，真的，您不要抱什么幻想了。我至少暂时是不可能离开吉亚的。您作为一个部长级的人物，这么大一个事业的当家人，目前先反思清楚这样一件事儿，比什么都重要，那就是为什么一张小小的光盘能陡然变成2000万美金，而且您到现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再见。没有回去西游县啊，去吧。这么晚了，您还在开夜车啊？啊，饿了，去打点开水，泡碗方便面。哎，对了，咱们商量多次的那个接口难关，我估计啊，明天早上你一上班，就能把最后的方案拿出来。我去了啊，去了。怎么？有事儿啊？我是说，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真的，哎呀，你知道，这脑筋一兴奋呢，躺下来也睡不着。你呀，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啊，我去了。没打扰你吧？都打扰了，人也下屋里了，还说这些干嘛？请坐。哎，是那个什么，上次买衣服啊。你这是想表明什么？没事，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表示点谢意。有进步啊，上次还认为我伤了你的自尊，这次都改谢了。这样吧，这钱就算我借给你的。不，我从来不欠别人钱的。不敢借钱心态，可是小农经济意识啊！你们中国人为建核电站40多亿美金都敢借，你2000多块钱人民币都不敢签欠着，你也别打肿脸充胖子了。我知道这些钱对你意味着什么，别逼我多说，再说又要伤你自尊了。拿着。可是这……对了，姑且不论价格，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接受我们那套软件系统啊？哦，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得了的。明白了。你们需要讨论研究请示，知道戴丽给职员们上有关如何和中国人打交道的课吗？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要找关系，找到关系就没关系。说实话，昨天我有好多话还没有说完。到你们业主楼调用图纸，为什么必须由我出面？
先头是让那位佩克去的，可你们一个小小的图纸管理员都打官腔的说要研究研究，如果连正常的工作都需要我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找罗克刚的话，到底可悲的是谁呢？光看见人家下班后打网球、跳舞、玩蜻蜓，你没看看人家上班后效率有多高，又紧张到什么程度？这座大楼你不止一次走来吧，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法国人连上班走路的速度都非常快，哪有一个像中国人那样端杯茶加份报纸四平八稳的卖方步。所以啊，我对你们接不接受我们那套软件系统啊并不抱幻想。不光是我那可爱的老爸面子上下得来下不来的问题，还有就是交给你们，你们现在目前的状况也无法推行。我除了在这里挣点美钞外，做的也是无用功。中国人最能耐的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寻找自我安慰，世界上有了什么新发明，真正潜心学习的没几个，忙着去翻固执堆考证源于我们的无聊文人学士反倒一大堆，就连足球都有人牵强附会的说源于我们汉代的蹴鞠、唐代的蹴球的，就算是那又怎么样呢？现在南海核岛安装出了事，弄点英雄谱之类先聊以自慰着，稍有点理智的人都明白反攻那是在白费功，安装瘫痪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么多法国人的眼皮底下，这次我倒要看看中国人是如何下台的。杨教授，你一口一个中国人长中国人短，我听起来心里还是不舒服啊。那我告诉你，我还天天说给你听的，你们这些人多受点刺激没坏处，怎么样，你是扭头走还是留下？如果你选择不走，我就请你坐到我的办公桌前。坐办公桌前干嘛？大上班时间你跑来不仅仅是还钱吗？你一进门我就猜到你是想了解网络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你不上机怎么了解呢？说实话梁小姐，从昨天起我就对你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我现在正在帮你连通大营点，你可要小心啊，一旦连接通你想回都回不来了。喏，这东西以前在朋友那玩过几回，时间长了生疏了，你得让我恢复恢复，然后才能到达大洋彼岸。林茂，哎，老总，邱市长，嗯，听说你找我。哎呀，上班时间你这个部长跑哪儿去了？你真想知道？嗯。我上午和下午都在小可的办公室里听他上课来着。这鬼丫头真是叫人气不得恼不得哭不得笑不得。你倒是挺抬举他啊，跑到吉亚去整整待一天啊。怎么，你是不是想向他们表明我们准备接受他们公司的方案了？是的，我这个举动不至于让您认为小可是我们的真正对手吧。我知道他夹在吉亚和我们中间，让您感到难以取舍了，是吗？岂止是夹在我们中间啊，整个一个把我们全都给装进去了。我知道，咱们先不谈小可，也不考虑价格，我想知道的是你打不打算接受那个方案。哎呀，现在是搅成一团乱麻了。是啊，接受还是不接受啊？这不正等着做出判断呢。雷莫，董事长安排上座椅第四节，想看看安装反攻的情况。哦对了，我这次回来太忙，还没时间跟你交换意见。怎么，我听说你从打人民战争又变成了搞孤军奋战了啊？还说怎么的又掀黑板又扫厕所的，搅得个天翻地覆。这件事情我正想找时间跟你好好聊一聊。
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可是我听说你打算同意那份事故处理意见了。现在看这一点我恐怕想简单了。董事长，董事长，辅助设备可能勉强算过了，可油路和储油罐的返工情况不好，就目前情形看至少有20%以上的不合格率。什么？一点外围设备，一支红旗队伍，到现在还至少有20%以上的不合格率？是啊，我也想不通，照理说不可能吧。这下子南海啊，怕是所有的问题都要集中到一个十字路口上去了。怎么不开口啊？你让我怎么说呢？其实啊，你也不用多说，回来之后从我听到的看到的，对于你的思路已经基本有个了解了。最近你安装现场去的少了，周至反倒去的多了，啊，看起来中合公司是要换娘家人了。来，你说说，你跟你这个老同学到底是什么矛盾？对不起，董事长，我现在不想谈这个问题。好，懂了。雷公不屑一谈。好，那我们换个问题，你到底是因为什么离的婚？董事长，您怎么净问一些我难以启齿的问题啊？朋友之间嘛，什么都得问问。怎么了？对我这个老头子也不肯透露一点？啊，不不不，那倒没有。是这样，他人真的很好。你知道我们是干保密工作的，虽说他是经过组织严格审查后介绍认识的，但是我仍然觉得自己很幸运。升雷小艇的时候啊，我在基地忙着试车，他都没告诉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医院，然后就抱着孩子回了家。过了一段时间，他把孩子和一封离婚协议书一块送到了基地警卫室，又跟别人消失之后，我并没有责怪他，有的只是深深的自责。要我猜啊，你的那个他虽然也能理解人，但是毕竟不能像你母亲对你父亲来理解你的事，对不对？董事长，我觉得 nuclear 核这个东西真的是个恶魔，为了他我欠别人的太多太多了。也许我这个人天生就没资格组建家庭。好，话又说回来了，这段日子我反复思考的不光只是一个安装问题，还有比这个问题更为严峻的事情。你想过没有，就我们业主目前的状况，我们能否担当得起组织核导工程这样的重任？怎么了？是不是小可的电脑把你这个人脑给冲昏了？董事长，怎么一提起梁小可你就那么大情绪？我能没情绪吗？那个代理约我谈的时候一定要我上他们那儿去，说是要给我看样东西。什么东西啊？不是那光盘，是人，是小可。他是想自鸣得意的在我们面前表露一下他在中国捡到了一个大便宜。哎呀，这个梁小可明明是被人利用了，而自己呢到现在都不能醒悟。当然我们在工作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改进，但是还不至于到不能担当组织工程重任的程度吧。你这人呢，有的时候想问题做事情容易走极端，这也是知识分子的通病啊。好了，我在这点上就算批评过你了，以后要严格要求啊。这方案你打不打算接受啊？哎呀，积压的方案，就是接受也不是我们的事儿了。哎，我随便问问啊，
你有没有想过应该替我多担一些担子啊？多担一些担子？嗯，你们一个个年纪轻轻的啊，就忍心看着我这个老头在冰南和工地之间跑来跑去啊？董事长啊，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好，没想过，从现在开始想吧。好了啊，我这算正式给你打过招呼了。路过这儿。哦，我就住在这儿，进去坐坐吧。雷木，你们上面发生的事儿，我虽然挨不着，但多少也知道一些。你啊，还是原来那个运折不弯的雷木。我听部里的一个熟人讲，由副局到正局虽然只差一个字，却有很大的一个坎。周志到南海来就是想曲线跨这个坎来的。你想想，他能容忍别人当他的绊脚石吗？雷默，你自己要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